拿起相机的那一刻起，已过去了五年。五年间，我持续探索，进入着这个我所热爱的世界，不断突破技术的边界，实现更多的不可能。器材的不断更迭，也让我能够记录前所未有的细节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没有走出去，我是说走得更远些，一直在记录家乡的我也想踏足远方。纵使我实现了朝思暮想的构图，纵使我追到了难得一见的景观，但这些还不够。我期待遇见电影中的画面，我期待充满未知的每一天。我也会迷茫，不知道前进的方向。有时候我也想放弃，找不到坚持的意义。但还好有一帮和我志同道合的兄弟们与我并肩前行。坚持谈何容易，但至少在这一刻，我没有放弃。